忘记了。阿森，完了，你还想了一下，我的天，我的天，你不是我还跟你促膝长谈聊了这么久，我觉得他们现在很紧张。我还把我妹妹介绍给你，他很淡定，他想说，他现在在装傻。Hello， 听得到吗？他说有吗？我听得到。好，那我们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你哦。那看先妮亚这边先问好了。没有，我现在是想说，他们有知道他们现在的分数长什么样子吗？长什么样子了吗？是，你请问你们现在知道你们有没有晋级吗？我还不确定。还不确定我不知道。好，你不知道。那我们这边有一些问题想要来问嘉欣哦。首先是妮亚开始好了。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你们在今天的比赛确实圈运都对你们不太好。那你们本来一直在小组赛分组前，你们的成绩是在中段班的。但是这两天的赛事打下来，其实你们的成绩都在后段班。你们当中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吗？除了圈运以外。就是没有利用好蓝白拳的运用，然后还有地形。哦，地形。对。哦，你说地形掌握度不太够，所以就是，不然就是你们并没有妥善的利用好你们本来的优势，然后打输就对了。对啊。那我想要讲，其实蛮好打的。是，我觉得你们在分组赛的表现相当的不错。可惜的是，我们在循环赛当中看到你们总是会有蛮多的劣势圈的，那导致你们其实打得相对辛苦。我想特别了解一下，说刚刚你们的雪地的攻坚面对到的是 Nova， 你们好像出现了一个一三的这个脱轨了，好像 Winter 没有办法跟到你们前点的三名成员，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吗？在那一场就是没有利用好地形。我应该是我要来架，因为我那个地形看得比较清楚。嗯。就打的面向比较多，所以是你们应该是你想要采取的是一架三进，你架枪队友三个人推进攻坚的方式是这样子态。对啊，是。那除了刚刚雪莉之外，求生岛这边的攻坚好像也是失利了，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问题吗？第四盘求生岛面对到 Box 战队，在我换句话说，应该就是说你们其实每次在面对攻防战的时候，你们在撞点速度都很快。但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每次都会停在房屋区的外围卡很久，然后被对方的投掷物干扰，就是当中你们在进攻的 timing 还是说情报吗，是哪边出了一些问题导致说其实你们一直没办法很完整的打进去建筑物。他们几乎两次的攻防战都是第一被扫车嘛，第二就是在房屋区的外围就被对方清掉了。跟我们聊一下你们的攻坚吧。就是撞到的时候没有果断就直接打就是进去，因为都残血，就怕不敢打这样子。哦，所以稍微拖延到了一点时间。那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说在雪地地图当中，你们有 Winter 后续部分的这个水鬼，我们还以为他有办法在水里面再苟活一下，但是画面上没看到他就被溺死了，是发生什么问题了吗？他刚好被抽到剩一滴血，然后就沉下去就被淹死，是这样的。哦，刚好被枪射到，是不是？是啊，是哦，那相当的可惜，搞很久。那你们现在这一次，像你们是 PMPL 冠军队伍，面对这一次的 World League 世界赛这强度，你觉得强度跟感觉上跟面对其他对手上有什么跟 PMPL 打起来不一样的地方吗？嗯，大家都很强，就枪法很，没有，怎么说呢？没有。决策好的话，就会很容易就是死。是，如果没有好的决策，很容易会死掉。你们会觉得自己很容易被，就是对方的枪法载射力、秒杀能力很高强吗？算蛮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总是劣势圈，而是相当的辛苦了。没错，他们劣势圈，然后又因为压力嘛，因为毕竟世界赛压力，确实他刚讲一个重点，他们在几波攻坚其实都是因为自己。变得不太敢打了，所以就卡在那边，蛮可惜的。这毕竟是你们第一次参加世界赛事哦，会因为这样子而打起来会觉得很特别紧张，特别不自在吗？对啊，就很紧张，第一次打，到现在还是很紧张啊。现在还好，是打个几场就不会。是啊，你们教练或者是你们选手给你们做一些放松吗？虽然你通常都不是在讲屁话的那一个，但是旁边总是会有几个人在讲屁话，那你会不会鸡汤那个是吗？心灵上会稍微放松一点吧，嘉欣。对啊，会放松。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谁的屁话比较多吗？卷毛吧。Q 猫每次都会讲，要这么
哦，是啊，我还以为会是火旋呢、欸，因为火旋已经蛮吵了，就有人比他更吵。火旋也会啊，都蛮过动的。真的蛮过动的。是啊，那、你们现在搭起来的整体的感受，你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还有什么觉得自己需要调整，或者是自己需要再改进的方向吗？对，因为毕竟你们还有两周的赛事。嗯。心态吧。哦，心态。就是要敢打一点之类的。是，你们从 PNPL 也是因为调整了心态，分数极其直追，成为了 PNPL 的冠军。那这一次，希望你们可以在绝地求生 M World League 当中，心态可以再调整好，面对接下来两周的赛事内容了。这边特别是谢谢嘉欣的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你。那希望你们在后两周的赛事当中，以及周末都能够有个好的表现。嘉欣，祝你五运昌隆，拜拜，拜拜。哇，真的是很年轻的选手，感觉他还蛮紧张的。确实，我感觉到他还没有从赛场当中回心情平复下来。他确实，他有点在抖动，他有点在自己在舒压。他明明一直在动，还说队友很过动。